第一场中华女子篮球再度出战亚青杯女子单打赛，比赛开始之后就呈现出一面倒的形势，中华女子队一路领先，打了七分零两分。上半场结束，44-22，一倍的比数领先。下半场开始之后，亚青杯女子代表队仍然没有取胜，或许是年轻经验不够的关系，同时又缺乏中距离的投射，所以一路处在挨打的局面。中场